大家好，我是王明宏，这个名字摆在第一个。刚刚那个谢谢那个张妈妈的介绍，我是嘉义那个什么第一个啦，就是福建人。然后我很喜欢这个城市，为什么？因为除了他是我土生土长以外呢，我觉得在我去过新竹、台北这些大城市之后，我还是觉得嘉义多了一分，你感觉和北部城市不同的气氛。那我在新竹念书念了6年，在台北念书念了3年，然后我希望还有机会还是可以回来嘉义发展，所以既然有机会在嘉义做表演啊，谢谢大家来听我们的表演。那我今天准备了几首歌曲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有几首是我自己的创作歌曲，那有几首是一些我很喜欢的歌曲，那请大家听。谢谢。
谢谢。